好，再来看第四题，一个长600公分的缎带可以绕一个长方形桌面的周长一圈，所以我知道一个长方形哦，一个长方形会有两长加两宽啊，所以如果我今天问你说，从它到它这里加起来多少？一个 L 加起来多少？30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600除以2等于300。啊，这300又分成了长加宽，啊，长又比宽多40。好，来，长比较长，宽比较短，多40哦。记得这个是长，这是宽，然后它们相差40。啊，所以我要怎么算出宽？你就300，反正两条加起来300，300先减掉40，然后整个再除以2，所以这是260除以2，就等于130。你画图的好处是什么？你现在就可以写出这里130呢，这里也叫做130呢，长不就是170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虽然问的是面积，所以我的面积最后就乘上170乘上130，再去乘出来，好，17135117221，221000单位叫做平方公分 ，OK， 就这样而已。